刚刚说过，现在是你的时间，因为刚刚说过，其实你来之前我对你做了一些调查，然后呢，对，所以这个是，给我一个垃圾桶可以吗？我的妈呀，又来了，给魔术。垃圾桶里是垃圾桶里面没垃圾，空的，纯粹拿来丢垃圾，没有其他用途了。然后扑克牌，因为很多人说魔术师都是用扑克牌，今天我们还是用扑克牌哈，扑克牌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扑克牌。你不会猜我拿哪个牌吧？这里面是？不知道。那你拿着。我拿着。你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扑克牌，没问题吧？好，反过来。这是新的吧。反过来。好，拿着。把扑克牌分一半，你想把哪一半丢进去就丢进去。啊，好，对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他不要的，好，这是你不要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剩下这是你要的，这是他要的。好，拿着。稍微弄乱一下。好，再分一半，哪一半丢进去你决定。这些是他不要的，好，这些是你要的，好，剩下这些了，你自己拿着，一张一张丢进去，然后呢？丢到你随时想停，你就停下来。好。对，丢丢。这张吗？好，这张你拿着。你确定这张？你要不要换一张？你确定吗？完全你自己决定哦。对，这张。这张吗？这些都不要，你要这张，好，每一张都不一样吧，对，好，来，垃圾桶不要了，垃圾桶不要了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牌，好吧？这是什么牌啊？五。你知道这图案代表什么吗？黑桃吗？黑桃，黑桃五，好。怎么了？我先说明一下哈，牌是不是你自己选的？对，你自己分的，是。然后最后你自己停下来，你也停在这张黑桃五，对，对吧？黑桃五长这个样子，这一直挂在你身上，我没碰过吧？你来之前我对你做过调查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选黑桃。不是吧？把纸拿下来。好，一对，很重要哦。这个纸打开之后啊，你不要犹豫，一个字一个字大声的念出来上面写的东西。好，来。不是吧，有点过分。今晚杨超越经过了千挑万选，最后一定会选黑桃五。哇，没错，黑桃五，夸张。为啥会有黑桃五啊？我跟你一样懵，我跟你现在一样懵，我每次都是看新鲜的魔术，太厉害了吧！全是黑桃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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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桃五。为啥？但他并不知道你会选哪张。谢谢，停。吓我一跳！哦，好吓人哦。